半小时。地形图，小蓝本，完全状况外。完整。看第三里。再改变位置，除非有异动，九三的异动位置再调整。记住你现在的位置，坐在哪？那个。D 三。好，第三题，他在讲一个梯形，对不对？所以你就应该画一个梯形，先把梯形画。调整梯形是这样，梯形就是画好了吗？你还没画，赶快画。你不知道梯形长什么样子哦？对，梯子的形状真的。梯子的形状。梯子会这样。对对，它不是这样哦。通常呢，有些它梯子会是这样子，也通常会稍微。通常它梯子往外张开的时候，不就是这个样子？所以是梯形，对不对？所以，张开的梯子的，你那个，我去看一下你那个梯子，每一格大概都长这个样子，不过它两个腰会一样长。好，然后呢？来，自己把题目的意思写在图形上。梯形的高，这两个通常会称为两个比，这两个会是平行边，所以你画的时候要平行。然后呢，他说高跟上底加起来是六，你怎么去表现高跟上底加起来是六？高在哪里？自己画。梯形画好之后要画高。那高跟上底加起来是六，你怎么表现高跟上底加起来是六？然后高跟下底加起来是十二，然后就说那这个梯形面积最大值会怎么样呢？来，自己表现。说加起来是十二，你写的非常的好，写的非常的好，写的很好。我没有要你算，我只要你写而已，写的很好。你还没写，目前只有两个人没有写。不是就在图上做记号吗？不一定要在图上，你可以写出来。用数学的式子表现第三题在讲什么？用数学的式子表现。就第一个，你要画高的，请你把高画出来。你在画高的时候，你应该很自然而然，上面垂直，下面就会垂直。没有画垂直不画的，请你画上去，我会检查哦。上下要平行，对不对？就是高。你找任何一个位置都可以画高了，因为平行。然后就有同学这样子写，高用 H 来表现。
然后这是上底，这个是下底，对不对？所以他就这样子写，上底加上那个高，高的话6，然后下底加上那个高等于12，所以显然哪一个比较长？下底比较长。然后我们不想要重复的写国字的话，我们就会这样子写，用 H 来表现，对不对？为什么要 H？ 有人可以回答我吗？因为 H 是主要是高的符号。对，来把这个写在你这一题的旁边。height， 这个是高的名词。老师，你想看我们讲？没关系，慢慢的把它记起来。height， 跟我念一遍。height， 嘿，小声。height， 你没念，你再这样，你那个自己念给我听。再一次 height， 好。然后在旁边写上这个代表高，高度。写完整了，你不要让我看到你没写，你就把它写一百遍。但是有一个人我特别赞美他的人就是利佑，请你们看一下你们有没有利佑的能力哦。上底，你有没有办法用 H 跟6来表现？马上写，不要讲，自己写。下底，你怎么用 H 跟12来表现下底？自己写，自己写。你这两行已经写好了嘛，对不对？就跟我们要画箭头，把上底改写成 H 跟6来表示，下底改写成 H 跟12来表现。来，你要自己写。请先跟着我讲的东西，你很有想法，我知道。要先把那两句话写起来。你刚好跟我要求的是相反的，上底写成用铅笔擦吧。我会调给你看。写完了可以跟别人互相看。我的问题是，上底可以写成什么？下底可以写成什么？你这里写的不是我要的哦。不是用 X， 我要用6跟 H 来表示。你通常会倒过来，因为我要你算上底跟下底，应该他每个会先写，然后再写。理解我在讲什么？请你用你写出来的东西，他说面积，用你写出来的东西，全部用 H 来表示嘛，对不对？上底、下底、高都有，对，用这三个写出面积。等一下，你有写出来了吗？你还没写出来呢，这个还不需要写。你也还没写呢。我再讲一次，两个加起来等于6，所以这个你可以怎么表现？怎么用这两个来表示它？这个就好像是这个加上2等于7。你这个不知道的，来看这边哦。你这个不知道的，一定是利用这两个知道的来算，不是吗？对啊。那你怎么用这两个知道的来算出来？7减2。对啊。所以。6减 H 等于上。没错，所以这个要写6减 H。是要用这个来算。
写完了。所以你注意看哦，高是 H， 然后请问一下这里我会写什么？这里是上体，我现在可以把上体改成什么？六节。下体呢？十二节 H。来，先把它写完整。然后你想一下，这样子写有什么好处？就是就可以算上体加下体身高。也没错，还有呢？还有谁知道？我这样子写有什么好处？你有没有发现？我光读给你听，高是 H， 上底是六减 H， 下底是十二减 H。你发现我刚刚一直在讲什么 ？H。对，我本来在讲高、上底跟下底，是不是有三个不知道？现在变成只有 H 不知道，好处就是这样。再一次哦，我讲上底、下底、高，它是三个不一样的词汇，对不对？三个不一样的长度，对不对？可是我利用题目给我的讯息，我把它全部改写成 H， 我的未知数从三个变一个，了解吗？所以我问你，如果我跟你讲我的高度，我的 H 就等于2，来回答我，上面这个的长度有多长？四。这个的高度呢？二。下面的长度呢？四。这样了解吗？所以你只要算一个，就可以得到三个，有感觉到它的不一样了哦。再来，如果我的 H 等于5呢？这个会等于多少？一。这个呢？五。下面呢？七。知道我在讲什么吗？知道。好，所以我为什么要这么做是有道理的。好，我是为了把它三个未知数变成只剩一个，只剩一个对我来讲就比较好算。然后呢，请你用这三个符号，请你用六减 H 跟 H 还有这一个，请问梯形面积怎么算？好，请你用这三个写公式。上底加下底乘高除以二，你会怎么写？因为他最后要问我面积，那面积当然我就算面积啊，就上底加下底乘高除以二。写得很好，只有小问题而已。来，你上去把你的写法写上去，你真的是写对的，上去。Get， 我看看他们知不知道你其实都写对了，就写在这里好了。来想想自己，就上底加下底乘高除以二而已。你这里写下，你的乘看起来像 Y 哦。不能算吧？对。哎，是算不出来。谁错了？我点的地方错。你吗？你没有用解出来。你对，你这张写字不要上底加下底乘以高除以二，上底加下底乘高除以二。对的。老师都没有看。还差一个地方，它漏了，就跟我漏一开始一样。太棒了。OK， 跟玉婷一样的问题，你呢？好，漏了。OK。老师。看得出来。哎，你就写，你写完了没啦？好，先回去，谢谢。小框框哦。好。对，来，同学你看一下。少刮哦，这个在表现他不太有信心，所以字写的非常小。来，下次麻烦你们上来写字要写的这么大。来，我把他的抄一下。他完全写对了，但是这个写法有点问题。他没有刮好。哪里要刮好？因为这边变成 H， 变成 H。好，现在后加减，请你们。挂号。把这个加上去。加。让我写六减 H 跟十二减 H。可以吗？然后呢？这样可以吗？什么？你再说一次。六减 H 挂号。十二减 H 挂号。它中间要加哦。可以。可以，我终于把它写成。是好，很厉害，这个很厉害。
来，你能够把这行写出来就很厉害。有些人初一会把它写成乘以二分之一，可以，或者是把它写到下面去变成初一二，可以。好，那要问这一个，对不对？那这一个，来，你现在再试一试哦。这两这边总共有四个嘛，六减 h 加十二减 h， 请问一下，六可以跟谁算？六跟十二。你会怎么算？六加十二。六加十二多少？减六。十八，对不对？交完哦。再来呢？减 h 会跟谁算？减 h。所以减 h 再减 h 会怎样？减二 h。很好，你们很厉害，所以我就可以把它写成十八。八减二 h 减二 h 乘 h 乘 h， 等一下、哦，所以乘 h 再除以二，一样这个写法是错的，没有光、哦。对，因为这两个没办法算成一个数字，算不进光、哦。它要算完之后才可以乘以高，上比加下比是算完之后才去乘以高的。来，写下来。接下来我们开始来算一下这个。你先猜的好不好？易俊，站起来，因为你又快睡着了。我们来看一下，他是问说这个面积什么时候最大，对不对？面积由谁来决定 ？H 来决定。本来是由上底、下底跟高来决定，对不对？本来有三个不知道，对不对？我把它通通变 h 之后呢，我由谁来控制面积 ？h 高度来控制面积，对不对？就看 h 而已嘛。好，你觉得 h 多少的时候答案会最大？每一个猜一个数字，马上算。零箱。你猜零，你呢？等一下。什么冰箱啊？他说高度零，高度如果零，还有面积吗？没有啊，是偏哦。嗯。每一个人猜一个数字，算，我看等一下谁的面积最大。开始。冰箱。冰箱什么？冰箱。冰箱。这一个是梯形面积，对不对？梯形面积有多大，是不是由 h 来决定？对。对吧？你注意看哦。这里 h 当然我希望它越大越好嘛，对不对？可是呢，越大越好的时候。十八扣掉它会越减越，对不对？我看看你能不能猜到答案。H 多少的时候算出来的面积会最大？来，每一个人猜一个 H。我知道。你也一样，你醒过来了没？意思就是说，请你自己写，你猜，你猜 H 等于多少？自己猜。你不会猜零，因为零根本没有面积，你都还没有比你就输了。h 越大，表面上面积会越大，可是呢 ，h 越大的时候，前面的这个乘起来的数字反而越小。为什么？来，每一个都要算哦，自己决定一个 h， 然后带进去算答案。算好了。H 用多少 ？H 用三了。哎、欸，那你的面积呢？冰箱，你这个冰箱啊？算了，根本没有算。啊，要算那个面积。对，要算面积，把面积算出来。你 H 用多少 ？H 用多少算？阿爸，你在算什么？你 H 是多少？我算了，我再算一下好不好？我再等一下老师。老师。老师，我算，老师，我知道，老师，我知道了。老师，我知道。你用四，你用多少？等一下。老师，我知道了，老师。那个第一个数字又跟他一样了。我算出来了。老师，我知道了，老师。从，现在算出来了。Sharp pitch。你用多少 ？Sharp pitch。一。答案就是。老师。二，你要学用多少？七。七。你 H 用多少？一，他跟你一样。你为什么不要凑个整数呢？好，你 H 用多少？凑个整数。五，你 H 用多少？八。对对。
等一下我会问你们的答案，你 H 跟哥的。对不对？啊？不可能。八八三二化，你共享。我算出来了有三、四、四、有五，五是谁？有五。六有没有？六没有。七有没有？有。八有没有？有。九有没有人用？没有吧？没有。八就是最大的。好，什么都写了，我刚才把它写完。零、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，你知道我为什么不往下写吗？就超过了，因为死它会往下。什么叫做往下？它数字会变小，那个面积会变小，变负号，变负号，它还会变负号。好，零带进去，你的面积是多少？零呢？高度，面积。你用八才十六而已。对，我有想到，我说你不是。好，零的时候面积等于多少？一。一的时候呢？一是多少？谁算一的？谁算一的？两个人哦，多少？八。二谁算的？八。二谁算的？没人吗？那好像没有人想到二。好，没关系，我来算。一千五。二。一千五。所以十八扣掉四等于多少？十四。答案是四。答案是四。十八扣掉二再除以二就是四嘛，对不对？好，十四。哇哦。许冰贤，你的三？四十八。我屁呀！通了。不可能乱算。三十多，三十六，十六，十二，十二。三十六，你算出来罚站。十二，三十六，三十六，三十六，十二了，哇，十三呐！来，十八扣掉六等于多少？十二，十二，十二乘以三，三十六。好。不是啦，要除以二哎。我没有十三呐。罚站，罚站。对啊，上车吧。好，再来，四的，四这样的，二十，五呢？二十，五也二十。五是六。六呢？没有叫你跳了。六呢？二十四吗？六没有人上，来上六。二十八零啊零。哎，如果我是你们，我会猜答案的。你要就三十六。六十。我会猜答案。我们要就零了。你们真的，我们讲那么多了，只有他知道我在讲什么，可以不要再跳了。十八，六的时候，十二啊，所以十八扣掉十二等于六，六六三十六，三十六除以二十八，七呢？十四，八呢？八，九呢？零，哦，一下二十，看到没有？你有没有发现它有一个特质？完整的数字。对，对称，双双成对，对对，双双成对，只有三个女生会，其他人是在做什么啦？哎，我会啊，老师要想哎，来，你们发现他的答案，他的答案从最小的，然后到哎，等一下哦，等一下哦，来，你们现在再写一次。H 是多少的时候会最大？再写一次。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不是，也不是，两标。一。每一个人想办法，我给你一分钟想一下，写对，讲对的。等一下找我拿糖果。什么糖果？糖果。你老师在讲什么？在讲什么？H 是多少的时候，它的面积最大？四。不是四，也不是。四点五，四在哈喽。你怎么知道？恭喜他。对呀。哈？等一下，找我拿。吓爆哎！你注意看哦，它越来越大，对不对？越来越小。大到二十的时候还不是最大，到四跟五之间。下去。四跟五之间会最大，然后呢，接下来就会降到二十，再降到十八，再降到十四，再降到零，请把这整个画上去。哇哦！吓死人了。这整个哦，所以呢，这个地方是谁呢？四点五，四点五。
因为对称的关系，直接四跟五的正中央就叫四点五。老师，那我现在讲四又二分之一可以吗？来不及了，因为呢，来，为什么它的图形会对称呢？因为它是一个 h 乘 h 会变 h 的二次方，会变二次函数。二次函数的图形就会有最大，有时候会有最大，有时候会有最小。以这一点来讲，是最大。当 h 是 4.5 的时候，它会最大。然后，请你把这一点的面积算完，因为它要算最大值。所以你 HR 4.5去代，等一句你算对，我才可以让你坐下。两个人都一样，公平起见。公平。H 用4.5算，那就代表其他人算错要不要罚站？有啊。没有，你们两个算对才可以坐，其他人算错，我不替他算错。谢谢。谢老师，你们两个4.5要算对。孺子可教也。算对才可以坐下。25。算好了吗？你算65，你呢？还没算。那我看一下，差不多了。对呀。20哦。然后我算4.5。4.5吧，捷运。4.5的地方。你说4.5怎么样？用 H 用4.5算的，面积最把面积算出来。我看一下答案。20.5。没机会了，你看别人的答案哦。不会太难算呢、啊，这里的答案会有小数点。对啊，我就想说，他说25就像自己答案错一样。所以我没有说他对啊。再一次，为什么这里会对称图形？为什么会对称？为什么出现对称 ？H 跟 H 还是 H？H 跟 H 会变 H 的二次方。你等一下找我哪里？因为 h 乘 h 会变 h 的二次方，所以它是一个二次函数。二次函数的图形会是这样或那样，所以它会有一个对称中心。对称中心通常不是最小就是最大，它这一以这一点来讲是最大。那这一题的解题的关键就是找到对称，对不对？找到对称，所以如果你能够找到对称，对称很简单的，比如说45，中间就是4.5，你也可以找36啊。36的中间也是 4.5， 你也可以找27，中间也是 4.5， 你也可以找18，中间也是 4.5， 你也可以找09，中间也是 4.5， 请问下你会找哪一组比较简单？再次哦，我的重点是我知道它二次，所以图形一定对称。来，先暂时听我这里，抱歉，先让你算，我等一下再讲。陈奕迅，赶快算，再算一次，看能不能算对。算了。你的答案多少？20.25。对。20.25。有人算跟他一样的吗？你要不要再看一下？再看一下。陈奕迅，你要自己算哦。我决定，我要坚持这个答案。实在好了，你怎么感觉我好像跟上一模一样？不是，是啊，不是要补10000块。那你赌又不会给钱。利用你算的跟他一样吗？不一样。好吧。到底是利用错呢？还是我跟他说不一样？你跟他说不一样。我小时候也检查。不愧是尹兆成。取名鞋，自己再检查一次。真的检查过了。知道什么？你看，20.24啦，一句啊！我那我是一百种，对。我那还有，我是一百种。说什么？你要是很会解答案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。28乘以不是。来，首先你二乘以4.5多少？九。那18九。那就九。九乘九乘4.5等于40.5。40.5。20.5 = 45.9 = 36，所以40。那个学校好像做过禁止赌钱。40.5 × 2，20.25，算出答案的请举手。2.5。有没有？20.5吧。不是2.5吗？对啊，20.5吧。
哎，老师，你在干嘛？我靠！你这个是什么？有没有？不是六十的线，那快点。那同学，检查一下你错在哪里？啊，所以不是我们对哦，啊哦，五除以二等于多少？角色点三，角色二点五，角色是二点七。是啊，他就算了角色点，他比是真的。我账号被盗了，不是我的，要什么？下来，下来，放二的话，接下来是会死。他 S 牌，他就很屌，对不对？很屌，那死没有那个事。可以去二五，二博士，一起这样子，把这多一点零碎。你有再算一次吗？明明就是没有。好了，看看。好，至少他清醒了，先坐下。来，我们看黑板哦。我再问你一次哦，注意听哦。我基本上要找最大最小，只要找中间就好了，对不对？问题是我要找得到中间的话，我要先找到对称，对不对？对。来，我想你要找到对称。你说四跟五，四跟五对称就是答案要一样，对不对？答案一样，答案一样，答案。我可以二十二十十八十八十四十四八八零零，请问一下你会找哪一组最容易找？四跟五，你要花时间算到这里才会有。零啊，哪一个答案是最容易找的？零九。因为我只要找，如果你可以找得到四五，答案就是四点五。你也可以找得到三六，对不对？如果你可以找得到三六，也是四点五。你也可以找得到二七，也可以找得到一八，也可以找到零九。请问一下，哪一组最容易找到？零九最容易。零九的特殊性在哪里？零九的特殊性在这个零，请你帮我把那个零在旁边画星星，圈起来画星星。圈起来画星星。让它等于零的时候，最容易找答案。那你看一下，我让它等于零，注意看。什么时候面积会等于零是最简单的？什么时候面积会等于零？第一种情况，高度是零，对不对？所以你会发现很快，高度是零。第二种情况，让它的这一个算出来是零，对不对？那我想要让它算出来等于零 ，h 要多少？九。对，所以九，要么就九，要么就是让它高度等于零。h 太高，它这个算出来的长度就会变零，对不对？所以 h 如果是9的话，这个会变0，所以9就算你这边还有9也没有用。另外一个情况就是0 0，对不对？所以我就可以利用它等于0，利用它等于0，请你这一个重写一遍哦，跟我一样，这一整个重写，换一个新的位置写，整个我圈起来的部分整个重写，等于0，你要特别强调，等于0的时候最好算。因为等于零的时候，我可以很容易找得到什么会等于零呢？九会让它等于零，零也会让它等于零，我就可以通过零跟九找到中间就是四点五，我就不用这么辛苦的从一算到九，我只要算零跟九，我要算零是很简单，就让它面积等于零，我要让它面积等于零就高度等于零，要不然就是高度太高了导致前面算出来等于零。太高也不行，因为这边会把它扣掉。好，接下来请看，我们还有，第一题我们看过了，对不对？第二题还没看。然后还有背面。背面对。和第五题跟第六题。我觉得第二题有点难，会跳过吗？第二题。我会睡着。来，请看第二题。我看第二题会直接趴下去了。那你趴吧。
真的，我刚才看到拍了。明天就要辅导室。还有，那你不要看拍啊。好。拍不要理他去了。来，第二题。拍。来，先自己想办法写，什么叫做来？第一个，他们两个外切，对不对？外切，所以连心线 O1 O2 等于6，请标示。O1 O2 等于6，那个6有人可以告诉我6代表什么吗？就是半径加 O2 加 O3 半径。讲得好，但是讲对一半。O1 加 O2 半径。他可以这样子讲吗？他刚刚的讲法是错的哦。O1 和 O2 的半径都是3。不是。圆 O1 跟圆 O2 的半径都是3。不是，你眼睛有看到它的半径一样吗 ？O1 加 O2 的半径。对。对。不会想走。没有，那上一针讲的。他们两个加起来等于6，没有错。可是不代表他们两个各一半，因为他没有说他一样长。对，题目上面没有说，了解吗？所以你不能说他们一样长，理解吗？他看起来不一样。对，他看起来不一样。他们两个加起来就是小半径加大半径等于6，这样可以吗？好，那一样的道理，现在是不是两个半径？两个半径加起来等于6，对不对？所以两个半径的话，你就要讲大半径跟小半径加起来等于6，对不对？大半径加小半径等于6，对不对？你可不可以让他只写一个未知数？自己写。你请利用两个加起来等于6，但是目前我大半径有小半径，现在是两个未知数，请你想办法让他们 只用一个未知数来表现大半径跟小半径。刚刚这一题我用 h 表现了高度上底跟下底，现在请你利用他们两个加起来等于6，用一个未知数来表现上底跟下底。写好了吗？上底，啊不是啊，讲错，半径。大半径加小半径等于6。这种写法是两种未知数，我要你只写一个，那你要怎么写？你要怎么写？两个都一样。只可以写一个未知数。两个都一样呢？哪有一样啊？你写那个圆啊。又没有一样。只是你看起来一样。雪人啊。那叫八好啊。无限啊。那叫天空龙。哈奥西里斯天空龙。来，怎么样？六姐啊。这两个你要把哪一个假设为小的圆啊？来，半径是半径的英文怎么讲？啊，不知道，我英文是啊啊。Radius 啊，跟我讲一遍。Radius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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因为你们都没有人记得，还是在上英文。Radius 半径，先把这个抄上去。Radius， 来，求一下你那个小娃要写在小半径还是要写在大半径？小半径，小半径，因为是小娃嘛，对不对？小娃，写在小半径。好，如果这边写小娃了，六减啊，这个就写六减啊。好，再来，这样子的好处是什么？本来是小半径、大半径，是不是有两个未知数？小半径、大半径，其实两个不知道。现在呢，只有谁不知道？小半径不知道。小半径不知道。小半径如果是一，大半径就是多少？五。小半径如果是2，大半径就是多少？四。四。这样乱讲。小半径如果是3呢？九。六。三啊！三啊！对，三，对。为什么不是8？三八。对，为什么？哎，蔡哲，机会到8吗？回答不出来要罚站。负8。
啊？木八，八绝对是错的，为什么是错的？因为这个才六，最多只能够到多少？六。其实连六都不可以，为什么你知道吗？零了。因为如果六出现的话，就零了，它就会消失，消失一个圆，对不对？有一个圆就不见了，它明明是两圆，不是吗？好，透明。你要回避十个给我。接下来，请按照题目的意思，两个圆的面积和的最小值，所以请你把两个圆的面积算出来，再把它加起来。圆面积怎么算？半径乘半径乘三点一四。半径乘半径乘以派，请把三点一四改成派。好，开始写。两个圆的面积和就是小圆面积加大圆面积，对不对？在吗？脑袋一摊，脑浆喷出来。